他血亏。该怎么想？我跟下黑王子的，然后他黑王子死完，我再下个鱼钩激活他。他的绿巨人，乖，绿巨人是我的啊，肌肉哥布林是他的。什么情况？这一只，他突然索隆宝宝了，他们掉了好多血。压等就打挑战，打挑战不压等。你打挑战十个宝石，你一个赛季他奖励你一百个宝石，送你一百个宝石。你打经典的话能打十轮了，所以说又被狙击了啊！三条命啊，你狙击我，这不随便让你赢吗？他带火箭的应该是，怎么不带狂暴啊？这套卡组的模型是不带狂暴的。哦，它是个迫击炮啊，迫击炮补球吗？
我这边还是下骑士手，下枪手了。不会被打到塔了吧？没有。这个得砸掉。差点被摸到。你电车也不行啊，这反应爆了。要被打死了。还有20秒钟了。都忘记看时间了。这玩意挺好，我就不用换狂暴，我这打，我这抄着人家带火球的电池。再人贵不可能，再输一把就换卡。你们是优质男啊。Thank you.
哇，这炸弹兵炸了3下塔嘛，这变态吧，这炸弹兵，还不如下边去挡一下他呢。这啥呀？没拍下。小电怎么电不死天狗啊？对，确实应该把天狗给电死，确实把石头人给电死。